起来挺高的，挺阳光的，看着挺阳光的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好，孟老师好。我叫胡峰，今年27岁，来自江西赣州，毕业于无锡江南大学，目前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。我也在北京。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我喜欢的女生，我想我会说，第一个是爱我，第二个是有趣，第三个是有思想。谢谢。这个我要争取，就是我，有趣，有思想。哎，这三条还挺有意思的。对，每条我都很认可。首先是爱我，要不爱我的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挺好的。嗯，六号啊，我也。你好，阿姨你好。你刚才说的那几点我万人都具备，第一点现在不敢说了，但是第二点和第三点他都具备。那您能说一下您女儿在哪一方面会比较有趣吗？他比较看重有趣啊，他平时呢就是在家里边大大咧咧的，什么事情好像都不放在心上，算是我们家里的小太阳。大大咧咧的就属于有趣啊，实在的东北女孩。君摇未动力，给你的肠胃